郑委员好，部长，今天大家都在关心莱克多巴胺哦，但是我这有个更严重的，对人体身体健康危害更大的，那就是烟呐。其实哦，上一届届期不连续，但是上一届公告啊，因为现在新型的烟品啊，你们还要前瞻的部署。我说哦，正面表列就好，很直接，因为到底现在大家搞不清楚，你到底要管什么。前一次的版本公告叫电子烟能释放烟雾，供人类吸食烟品的，这个还蛮清楚的，知道他在讲什么。现在的公告5月29，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类烟品，或改变前款锁定原料物理性形态，或非以前款锁定原料，得使人模仿烟使用的相关。哦，这是在瞎啥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重点是什么？外界搞不清楚的。当你定了这个新定义，配合你第5条的指定烟品，再配合15条，你的类烟品是禁止制造、贩卖、销售的哦。那你的类烟品在新型烟品当中的加热烟，就有烟柱、烟草的那个，跟烟油的那个电子烟雾，都是类烟品还都不是？都是吧，哈，嗯。啊？都是，嘿。都是，那你怎么不写得更清楚一点？其实很简单嘛，哈。现在无外乎就是传统烟品，就纸烟嘛，烟草、烟丝、雪茄嘛。可是你要知道哦，烟酒管理法跟你们自己的烟害防治法当中，在那里还写了一个其他烟品，这4个字匪夷所思。很多人都想把新型烟品去挤到其他烟品这个解释里面，但是是被你们所驳斥啊，这个我同意。但后来你们要加强，因为加热烟跟这个所谓用烟油的这种电子烟，它基本上它的形态上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你刚刚很明确是在告诉本席，你现在所讲的，因为现在外面搞不清楚，说你的新版本是两者都禁，新型烟品的加热烟跟电子烟两者都禁，还是放掉的加热烟只禁这个烟油式的电子烟，还是两者都禁都放，一禁一放都禁？那你再明确回答。大的方向里面应该是，你不要给我讲，你要讲明确，因为我跟你讲，如果基于为了身体健康，你什么烟通不可以让人家抽啦，对吧？但现在就是说，从过去工业到现在，我们现在哈，我觉得你绝对不会是考量传统烟品的这个业者利益，你也不是被包袱的说有这种新型烟品的市场利益。我们都先不要管那些，因为就是有很多困难的因素，我们自己先回头来，都不要抽烟最好。但在过去走到现在，起码传统烟品已经现在在市场上，你没有办法禁它。新型烟品，你应该正面表列说什么我可以准许你制造、贩卖、输入，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就好了。正面表列可以的，不要再说什么大方向了啦。电子烟基本上是要禁的啦。哦，不，你刚讲是类烟，你的类烟品包含这两项哦，有个烟草、烟柱，然后去加热也要禁，因为你把它放到类烟品。当你把它放到类烟品，你的15条跟着就是类烟品不可以哦，对吧？你现在的公告5月29公告的版本啊，另外一个是有烟油，我改供啊，现在市面上一大堆这个啦，这就烟油嘛，啊，烟油就是要透过一个加热的装置产生电子烟雾去吸食嘛，所以现在的烟品是这两个都在内，那就表示这个条文你很明确告诉大家，加热式的跟烟油式的，你都禁止。哇，我看你有疑问，这真糟糕。我跟你讲啊，其实这讲到很细，有没有哈？那财政部也有派人在这里，他就是说你到底你管的是什么，你纯粹。你就说管年龄18岁以下禁烟，你管场所有开放抽烟的地方可以，你还怕儿童吸烟？你连糖果、点心或者像类似那个烟的形状的东西，其实你也都禁止。那接下来你到底是要管那个尼古丁，还是要管它是不是烟草原料，还是要管它是焦油，还是有其他有毒质化学物质？你到底要管什么？有时候你管不了那么宽，你就正面表列说，我卫生部烟害防治法当中我有准许的，其他不要在我正面表列里面的，通通都不行，这样比较快啦。法律要明确啦，海关现在扣一大堆的加热烟，就是有烟柱的，不是这种烟油的。这个哈，你从药事法或其他规范就直接禁止掉了。大家其实到现在也都觉得
好吧，那就如此吧。嗯、就是那个是烟草性质的，啊，摕一支棍来冲烧一款的，它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它是因为是加热，不是燃烧，所以你到底要不要把燃烧的行为放进来讲？我看你刚才很迟疑呢，我剩下时间都给你答复了。我现在在里面五月，我们那个案子到时候借期不续审，我们有再经过一下相关的讨论。不，你现在5月29是这一次的了。这一次的哈，那在这里面，他跟我们的报告里面，我只现在是类烟品了。现在你的解释名词是类烟品。我们是要进电子烟嘛？那个，那加热烟要放入我们的烟管这样的一个方向。不，再讲清楚一点。嗯，有烟草，有那根烟柱的，加热烟的，那个是加热，纯加热不燃烧，会有尼古丁的，对，这你要放，对，开放，基本上朝着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方向，并没有严格的去。你现在我跟你讲哦，上一届比较明确那个名词已经写了，这一次你写类烟品，那就开了，对啊，没关系，主席你让他打一下这。没有，我把它研究清楚再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你已经5月29公告，还超过60天两个月，民众的这个对你提出意见说明的时间了。那我都还没有问到后面的题目呢，包括会不会溯及既往。你讲的现在的印象跟我自己对这个法案的那种所谓的印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把它弄清楚再跟你做报，这不二格。那我会说还蛮糟糕的，因为我弄得很清楚哦。那恐怕要检讨是你们卫福部哦，应该检讨我吧。我是说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抽烟？有，你有抽烟？那你抽传统烟还是抽这个那个现在加热的？然后刘建国都到处拿着，还是在抽，还是在抽这个有没有烟油去加热的？这两种我们现在都没有开嘛，所以我这边有抽这两种，还传统的。那新型烟品你没尝试过，可是你要去了解一下了。好，部长再去了解。好，我再跟了解清楚以后再跟交委员报告。哇，你要对立法院做报告，不是只有对我江永昌一个人，这个太攸关紧要啊！你到底进的是什么？哇，我没想到我花了今天这样一场执行下来，你以公告的东西，竟然连自己有进跟没进的东西，居然不知道怎么样，我后面还一堆题目都问不到，这有点离谱啊！好，部长去了解清楚，好，跟江委员还有卫环委员会说明。好，明天还会有质询啊，这个有些委员就尽量我们控制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请黄。